28连假快到了，想好要去哪里玩了吗？今天推荐全台美拍景点，让大家能在连假期间拍好拍满，快乐过连假。一、新北鸭母港彩虹光雕瀑布，摆脱过去黑水沟的臭名，在新北市政府改造下，现在的鸭母港已经成为了网美打卡圣地。除了有五彩缤纷的彩虹瀑布，还有浪漫的林荫步道，相当浪漫。二、宜兰苏东隧道。荒废多年的苏东隧道原本平凡无奇，如今摇身一变改造成海底世界的特色自行车路线，再经由光影投射，让人仿佛来到海洋世界，十分梦幻。三、台中 Park 2草悟广场。有台版表参道之称的 Park 2草悟广场是勤美集团最新空间力作，融合城市慢活风格态度以及绿色植物的景观设计，集结公园、店铺、艺文生活三大主轴概念，满足大家对大人系公园的想象。四、台南三井 Outlet， 历时两年的新建，由三井不动产集团打造的全台第三座三井 Outlet， 即将在2月25日盛大开幕。外观融入台南街景的红砖瓦墙特色，以及巨型四草隧道，一起预备备去朝圣吧。五、花莲浪漫咖啡，近期新开幕的花莲海景咖啡厅浪漫咖啡，除了拥有绝佳的景观视野外，更有无敌海景秋千，超级好拍的网美行程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。赶紧存影片，超前部署美拍行程，开心迎接即将到来的228连假吧。想知道更多时事资讯，记得订阅理财周刊 Plus， 锁定每周二、周四中午12点准时更新的理周快报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